大男孩完绝地求生的第四天。哦，我现在对这个游戏啊已经有了大概的这个攻略，好吗？这个游戏现在对我来说简简单单。杀！大南哥，你可以的，大南哥哥。慢慢的，我从哪里来？我的朋友嘲笑我，还花痴安慰我，我需要吗？走！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怎么弹了一下？这个地方不能着急，要用我们的智商慢慢的过去，好吗？啊，慢慢的，慢慢，慢慢学会感觉，慢慢，慢慢的，搏一搏，啊！Night.